邓紫棋高衩开到腰，性感助阵。邓紫棋哟，性感助阵华晨宇，华晨宇也夺下歌手亚军。图蜂鸟音乐提供，201,804.14。昨13。皖市湖南卫视歌唱比赛歌手2018总决赛的大日子，邓紫棋以帮唱嘉宾身份为大陆歌手华晨宇、夸夸坐镇，与 S.H.E、汪峰、张韶涵等争夺本届歌王宝座。曾参加第二季歌手，前名我是歌手的邓紫棋，事隔四年再踏足红衣舞台，穿上超性感高叉裙登场，开叉直开上腰间，晒出一双白皙玉腿。她与华晨宇合唱改编版的《光年之外》，邓紫棋唱出招牌高音，华晨宇则秀出拿手 RAP 功力，华晨宇因此拿下本届亚军，冠军由S.H.E 夺得。邓紫棋身穿开高叉衣服，性感指数爆表。蜂鸟音乐提供，201,804.14。早在比赛前，当邓紫棋抵达长沙时，华晨宇还专程到机场接送对方，把握时间彩排练歌。邓紫棋大赞对方，她进入状态后就像发光的太阳。至于四年后再踏歌手舞台的他，坦言心情兴奋，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。对于首次担任帮唱嘉宾，他说，虽然没有压力，但有一点点紧张，不过更多的是兴奋。